不知不觉间，一壳从出生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，会坐，会爬，会自己站立起来，还会自创学步车走路。会自己拿奶瓶喝奶，偶尔也会黏着老娘撒娇。最重要的是，脸上湿疹没有了，变得帅气了，还会跟姐姐们一起玩游戏。小朋友，过来，我们玩一个游戏吧。玩什么游戏？玩什么游戏？弟弟现在又长牙齿了。他现在嘴巴特别的痒，想咬东西。长了6颗。对，6颗牙齿，还有2颗一起长出来了。我看看。啊，一颗。啊。看着。开心。弟弟啊，现在特别喜欢咬东西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？把手指头伸进去，看谁的牙齿印最深。哈？好，妈妈，那会不会很痛？会啊，敢不敢？敢。敢。妈妈，我先来吧。你手洗过了没有？手还没。手洗一下，啊，洗一下手啊。洗好手了。洗好手了。你们看弟弟在咬什么？咬这个小毛绒娃娃的鼻子。狗鼻子。狗鼻子咬的。等一下，哪里呢？这里。哦，在这里。那我看一下。这里。这里啊。看着，手指印了，不是那个牙齿印了。嗯，里面有没有？这里。这里还好。痛不痛？我来了。你不怕吗？这里没，这里痛吗？手上有一点点。在这里吧。嗯。有一点点像针扎进去似的。啊，妈妈也试试看啊。啊！现在牙齿特别痒，有时候不经意间就趴在这里咬一口，我已经被它咬了好几口了。来，这要不要咬？手下留情啦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还好，没有平时咬的痛。爸爸，你也给他咬一下呀。我不给他咬，我怕痛。你怕痛，那你，我的皮破了。咬破了。嗯。可，你给姐姐的皮咬破了。弟弟，越咬越轻吗？你越咬越轻了，爸爸妈妈这边就很轻了。还要不要给弟弟咬一口？换只手。啊，还要咬啊？你不怕吗？不怕。我发现弟弟是越咬越轻，越咬越轻。来，咬越轻。弟弟还是喜欢咬这个了，这个狗鼻子刚刚好。你疼了。发出声音，它就不咬了。哎呦！
哇，哎，飞过去，好棒！不要玩了，他。来，三心两意的吧。来，他，你球玩的不挺好吗？你可以给他讲故事。我不是所有故事认识。没关系的。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。啊！这么多啊！可以看了，我们可以看给你。这名字在口里也是一个叫口口仔呀。来，给你一颗。哦，是啊，一颗一颗来嘛。哎呦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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